快了，带不回啦。真的啦，快快，爱听话未？好听啦。我叫我哥哥听了，记得。麻烦雪姨。有没雪姨？雪姨有有有。啊，买干来买黑条哦。买黑干买黑买黑条，其他唔买啊。小套丢，他今天没有，还没赢，今天没有那一种小套丢，今天是更而已，或是传统套丢而已。今天只有刚才拿的那个，单筒套丢，细胞大，上面，三百六，八七的，来，好来。饭团长。右边有妹妹吗？还好啊，右边没有妹妹啊。欧耶欧耶。哪里有？哈哈哈哈哈。我妹妹在看右边有没有美女。吴院长。过来把欧耶过来。姑姑可能今天八卦看看有没有。哎，帅成武，我看到瞄到一眼。帅成武哎，帅成武只有礼拜六早上才有时间，上来晃一下。过来帮我一把，哦，你猪逼混，被你们逼到他都快忙死了。又要过年了，他要头更大，忙死了。美女早，我觉得美女早。海哥，我们先讲我们黄爷哈。那是我们黄宇，黄宇嘞，黄宇面相啊，赵宇，还有你先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哎，你干嘛？乌拉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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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右边那一个是朋友，这蛮帅耶，这蛮久哭啊。姑姑今天没有出现，姑姑今天有工作在忙。骗一骗那个啊，一屁一屁耶！美竹早，哦，这是谁？更华新的，你买啊？来看手机，看你。来看你。买什么结棍棒？没听见。帅成武上来了，你们跟帅成武打招呼。
记得哈，礼拜今天下午我在新达港啊，在高雄的啊，记得来新达港啊。啊，这里来不？没。啊，我袂去，我两个帅伊今天下午啊，记得来新达港陪我啊，买东西啊。所以陈武最近很累，赶快来，赶快把它买一买，让他早点回家睡觉，懂吗？锤子早安。哎，虾仁虾仁。要油啊！没有啊，没事。俊平，东皇的洞口已经大爆满了，赶快先把旧的清一清好吧。他现在东西超爆的。朱俊朝，来的。啊。阿弟要来啊。来。昨天、今天领钱吗？12月10号。啊？怎样？你等下绕跑。啊？谁卖？我要吃一个蛋饼，不要切。一个蛋饼不要切，玉米蛋饼啊，我们加黄米粒，玉米蛋饼，不要切啊，不要切，都放个粒，阿哥呐，搁这布丁奶茶啦，还三百，这什么虾仁？鲜奶茶呀，奶茶啦，鲜奶。今天有红鲟，你说昨天那几只红鲟哦？不，来，他昨天那几只应该吃掉了哎。昨天那个红鲟吃掉了，对不对？吃掉了，不然呢？还有一只，还活着的，在叫什么？他爸。龙哥早，还剩一只勾觉露妹妹，不过今在他们在家里，那只红鲟在家里养。你不能憋在心里。哦。你想要美梦成真哦。俊平要跟正哥下去买 ，OK 啊？什么时候？那个昨天那红鲟他们吃掉了，500。对啊，那昨天那一只500的，2只500哦。刚才有人买了，是不是？好。这我管，这带两只。你见过爸呢？我爸。你这鬼子谁爱吃？啊，不会卖不会啊，奇怪。我卖过。不会卖不会啊，奇怪。过来问你啊。两只啊。那个是海基母。陈发早，刘信早，你有新的啦？那东西拍不完，那东西弄不完啦。那东皇那个东西大概有50000种，他的货有50000种。差价500斤耶！你们几千哦？准备1月8号。
1月8号，一个月后。去吃哦。刘东大哥早，开元刘东大哥早。过来没吃一条吗？马盖印。是吧？那昨天回去他们就煮来吃了，他们自己就煮来吃了。那个红鲟活不过昨天的，剩下一只他们要留下来养。会吧？哪个有钱？我都不用开直播，都看你手机就好。对啊。可是你在现场为什么还要看手机？你都在现场了，太习惯看他看手机。哎，阿哥，吴小强，羊肉卤，我还没点菜哦，我还没点菜，要等啊。哈哈哈哈哈八卦山有七个人的团队，这里三人，对啊，这比较年轻哦。我们八卦山今天有七个人，是吧？这三对姐妹花，大八花。你讲咱姐第五次啊？嘿哦，娃娃，右边右边个娃娃，左边250，好，一盒250。我帮你拿，好，谢谢。阿松，他需要你。等一下找你。好。你这人黑子啊？骂了。这不建议。菲律喝起来了。菲律喝起来。千万的吗？哎，对啊。哎。哈。对啊。先找你阿公。哎，对 ，OK， 阿五百。来，谢谢。买个买啊啦，啊老师，我后面买。不是他们都梦中比较好，现实生活中我就没那么好。一千箱啊，一千口啊，一千口啊。啊？一千口啊。一百只八箱呢？哎，啊然后呢？一箱十块吗？啊，1000口啊！一千啊！1000吧。啊？一千啊！我来 OK 啦。你一礼拜卖一百箱？我姓张。要啥么子？你也要吗？你要多少？两盒。这么些？这么来人啊？开始形象哎，这样，好的啊，嗯，阿松他需要你呀，哎，先给我的，来，先给你，来。郭龙早，干宝林啊，你好。艾琳早，玉珍早，一郎早。酸酸的奶好喝吗？酸奶不是中国那边在流行的吗？我们是讲优酪乳就是。着急，一个像阿松哦。第三把也去。过来第三把哟，好吧。来，一千呢？一千也去。这几下。来，你要找七百。刚才找，钟奶来了。钟奶来了吗？嗯，喂。来，坐下。干杯。干杯啊！钟奶奶啊，我的干杯！钟奶奶啊，恭喜啊！谢了诶！
台500。那谁打？立伟打。我爸了。文发早，不能被黄鱼吧？今天三十，我家黄鱼个帅，不能被黄鱼吧？鬼官早安，东南来了吗？对啊，东南阿公，阿公讲，阿公我心情不好，东南。伊讲伊心情都歹啊，伊一日在动嘛，心情都差，伊要乌白白白要转去啊。来四只，来五只，来六只个只，500块，黄鱼个人啊。尽量不要在卖家面前叫人家去买另一个卖家的货物。还好吧？还好。十张少，他们都认识的，大家钱一起赚。七百了，300块了。你果酱给马龙先卖300块。这么干杯？干杯！1000块。哇！够1000块？够吧？他就是那个什么燕什么的吗？干杯吧。燕。那个燕。我是燕小，谢谢。他都是你啊。嗯。一擦。两路，400啊，两百啊，两百啊。哦，老板，今天是不？他来好了。什么事？等一下。先找100。找100。哦。哦。等一下，这条瓜都过完了，拜托的。你知道这是什么瓜？所有的那个国酒。你400啊？你知道这是什么电影吗？那个。泡菜。哎妹。换个公益的行为。太妹啊你！做两杯，干杯！2盒400。你今天要商量国家大事。哎，小姐来，哪个女生？会轻轻找，等一下我帮你拿。400。对，帮你拿来。来300。来。3000。拿了。来国家300块。收一下钱。不能骂个你而已吧。他不少几百。对，找100啊，还没找。但没有找。对，没有找到。哎，有什么阿根廷的鱿鱼吗？300块。来，3000。魏青青，你有点餐多对？来，300块。60块。龙城找。有什么阿根廷的鱿鱼吗？还有没有人要阿根廷的鱿鱼？最好。来，阿根廷虾。虾是这样。金很早，你们都打到了吧？打到招呼了吧？哎，你知道昨天有那个螃蟹吗？对。我吃那一餐就快1万块。爽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他说昨天吃那一餐就快10000块。好。7000。
看到那种地形。厉害不？我今天。